想要阻止我父亲消灭全世界的有机生物，就必须闯进他那一座地下的要塞都市。运气不错，有飞行机械在这一带巡逻，上面搭载的控制模组可以打开城门。正面攻击不太明智，如果能关闭附近的远端供电节点，就能让它暴露弱点。挑战！供电节点散布在整个废料厂里，我调整好侦测器了，你一接近供电节点就能发现。你说我们要在这堆垃圾里大海捞针，盲目搜寻可能不在这里的供电节点？大家看到一台飞行死亡机械，躲都来不及了，我们就要闯进不知道有多少飞行死亡机械的堡垒。你说的没错，小心，看来机械钢城的战争机器改变航线了，它看起来要前往邦多的机械厂，你最好别靠太近。在废料厂附近出现供电节点反应，你势必得采取暴力手段。看看是谁来了，是不是走错路了？别担心，我马上处理你们。超过火速增援，威胁解除，我现在来关闭供电节点。小心，看来机械钢城的战争机器改变航线了。供电节点一定在那团黏黏的东西里面，这个地区必须消毒过才能进去。维护公共卫生，系统恢复正常，现在前往中感染地点。启动辅助程序。发生错误，移动能力受损。系统恢复正常，现在前往遭感染地点。你制服了他，我可以关闭供电节点了。做得太棒了，关掉供电节点，那个机器就会回去充电。现在正是机会把它关掉，然后取得密码。技工大师欧沃斯巴克关闭动力矩阵，顿时立场反转，猎人反而变成猎物。写得真好极了，记得多加描写我坚韧不拔的精神。应该让读者知道，我厉害的地方可不是只有脑筋而已。
畅了，有卓玛，自由开火。想阻止我父亲，我们就必须潜入城里，这表示我们必须通过招爆机械斗场。今晚这场比赛实在是太精彩了，战斗的火花四处飞射，这是怎么回事？来自地面的血肉之躯居然就这样不小心闯进竞技场。坐在前排区域的人真是一反常态，这群不速之客居然还活着。入侵者即将面对的是暴力接兵竞技场的传奇选手白金打击者和地精铲肉机，好好欣赏这场的。过了这个竞技场就是进城的入口了，在我们清出一条路之前你得再撑一下。别担心朋友，我押地精铲肉机20000金币，对方赢的话我们不就死翘翘了吗？假如不能押稳赢的那一边，干脆叫我去死好了。
下面的注意啦！你们这群怪物！警告！警告！肉身层级大幅上升。各位市民请注意，请待在家中，不要外出。守卫目前正在处理这场纷扰。你拆掉的不过是几台不重要的机械而已。现在来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对付更先进的机体？你。是有两把刷子，这样可应付不了我最新的原型机体。火龙，入侵者穿越外层防线了，去处理掉这群臭死人的家伙。启动所有城市防御设施了，国王，请您安心，这些有机生物很快就会从我们的城市消失。别被机器人侦测到你，躲在蒸汽里，他们就侦测不到你。我们可以利用运输工具进入机械钢城的高塔。我误入歧途的儿子回来了，真没想到你居然能闯进这里。你已经不是我父亲了，你只是台故障的机械，必须被终止。可怜的孩子，可惜你无法接受真理。血肉诅咒在艾泽拉斯随处可见，我要用纯粹的机械来取代它。
什么叫做完美？想打败我？啊！别蠢了！你忙到现在，也只是打坏我办公室的某个家具而已。你们想看我火力全开？非常乐意。怎么可能？你这个低等生物！机械归元器已经被摧毁了，我的父亲也是。我很感激各位相助，你们要知道，机械钢国王心中的愿景并非我的同胞所乐见的。现在我们必须全力重建这座城市，如果你们需要协助，尽管开口。哼，这一次的合作还不算太糟糕，看来跟你们这些联盟蠢蛋合伙有搞头哦。多亏技工大师欧沃斯巴克的领导才能，才成功解除了这个世界的威胁。对了，记得提到我的工程技术是怎样消灭那些机械怪物。遵命。我能帮上什么忙吗？祝你好运。需要组员就跟我说一声。我在听了。今天不嫌晚，我只跟顶尖的人合作，